你好，我是易公子。最近呢，有一个电视剧挺火的，叫《想见你》，然后里面有一首歌是20年前伍佰的《Last Dance》，没想到穿越20年之后行又吧，火了一把。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黑暗之中漂浮我的期待。很多人都说听完了之后感觉很上头，脑子会不自觉地循环起来。其实不仅仅是这首歌，有很多的神曲都有类似的效果。那么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究竟为什么呢？从几个方面来看吧，我觉得首先我们可以看它的节奏。我仔细听了一下伍佰的这首歌哈，它是非常明确的，动次打次，动次打次，然后大概1分钟60下左右，跟我们放松时候的心跳其实同频的。某种角度上，我觉得其实音乐是有预谋性的，比如说小苹果。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我曾经很抗拒让我的小孩听这种神曲，但是有一天我回去之后，我发现我们家阿姨给我们小孩放小苹果之后，他就见着疯狂的迷上了这首歌。后面呢，我去仔细听了一下小苹果它的那个 BPM， 大概就是1分钟120下上下。那我就想，我们家小孩的那个心跳，你知道小孩心跳都是比我们成人快吧，大概就是1分钟120下上下，那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当然我没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哈，我只是有这样的一个猜测。然后呢，我们在之前的那个艺术很难吗里面有采访过一个著名的编曲家叫齐岩峰，齐岩峰老师当时就跟我们说了一下，就是心跳和节奏之间的关系。他说比如说如果你今天要去商场购物的话，音乐是可以人为的让你的心跳变得更快的。比如说你在商场里面听到的这些音乐通常都会比我们在舒适的时候听到的音乐它的节奏更快一些，然后它就会让你更兴奋，更有这个欲望购物。那比如说跑步的时候呢，它的 BPM 大概在110上下左右，如果你去夜店，哇，那更高了，大概在150到160左右。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夜店总会喝酒嘛，那酒精的刺激下人的心跳会加速，然后他就是在那个心跳加速的过程当中啊，跟着 DJ 一起摇起来，然后他就会刺激你买更多的酒。这就是节奏和心跳之间的关系。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们还可以从旋律上面去看它。你会发现伍佰这首 Last Dance 啊，它一共有4分31秒，但是你知道吗，这4分多钟里面就2段旋律在里面不断的滚不断的滚，从那个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一直到你给的爱之前，这是一段，然后你给的爱之后又是一段。后面我有一个很神奇的发现，我发现很多所谓很上头的歌，它的旋律都非常的简单。比如说我们家小朋友昨天在跳，他很喜欢跳舞，他跳一首《精忠报国》，我去看了一下，《精忠报国》这么长也就2段旋律。后面我去发现了很多神曲啊，它一般都不会超过3段式的这种旋律，所以会让你不断的产生记忆，因为它太重复太重复了。然后呢，它不仅仅是在旋律上面给到你这种小节性的重复，同时呢，它在一段旋律里面它还是有这种一定的秩序感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世界名曲卡农，它有很多很多的版本，但我们大家都记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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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就是那个，如果假设音乐和绘画之间是有很强的关联的话，我们如果把它当成一幅画，从音高上面去看它，你就会发现那个主旋律它其实就是一个越来越小的圆，就是一个螺旋式的圆，而且特别的有秩序感，特别的规整。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说啊，原来这段旋律是重复的，旋律里面的音乐又可以提炼出一定的秩序感。如果是这样的音乐再在你的耳朵里面反复的去播放好几遍的时候，你真的是不记住也得记住了。碰我他一块钱四个，碰我他一块钱四个。德国人当时就说了一个叫做耳虫效应的东西啊，所谓的耳虫效应就是我们的耳朵里面其实长了一个就是虚拟的虫子。这个虫子呢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当一段旋律在你的脑海里面重复1万遍的时候，你在一个低注意力的状态底下，你会不自然的去联想到它。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有很多的广告，什么红原祥啊、脑白金啊，然后包括现在的什么 Boss 直聘啊、伯爵旅拍啊，虽然你有的时候看它不是很舒服，但是它在你脑子里面不断重复的时候，10年后你依然记得这个广告。所以总结一下哈，我们其实刚刚不断的在提到重复性啊，然后秩序感啊、规律啊等等等等。如果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去研究它，为什么人类会对秩序感、会对重复性这么的迷恋呢？我觉得从心理学的角度上，可能是因为人类对已知是舒服的，对未知是恐惧的，
所以对很多未知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花心思去研究它，我们既期待又害怕。但是对已知的东西，比如说像几何图形不断的重复，像比如说这种循环往复的音乐，它也在不断的重复。当我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它第二步是什么的时候，我一直都待在我的舒适区里面，所以就会令我觉得确实挺上头的。所以说我们人类在欣赏艺术，但是如果假设艺术有生命的话，我在猜测艺术会不会也在反向的操纵着我们的人类呢？